又可爱又专业的导师们。咚咚咚咚，把你师们敲一敲。咪咪小白猪尝我一口，喵喵喵。么么哒，为我敲敲。么么哒，咕咪咕咪，咕咪咕咪。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我的天哪，我看到了你们的未来。谢谢，好可怕，谢老师，谢谢，真的太喜欢了。耶，欢迎欢迎，这是我的家。超哥终于暴露了，他真的是这一挂的，跟你说。我太喜欢了。那超哥现在学一下中间那个为我撑腰么么哒可以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教一下。么么哒，很简单，就这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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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 yes， 为我撑腰么么哒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开心来了，快乐来了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回来 ，yes yes good。Yes, 超哥太适合了，太厉害了。邓超老师最帅，你也得来一个。谁？我？不不不，静姐。不不不不，干嘛？静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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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姐 ，Come on here， 这个。不是，静姐今天借的这套衣服，就是为这个表演来的。耶！哇！你这套衣服做那么久是对不起他的。我们来，周深，周深 ，Amb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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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我还在查那个歌词的意思。等下给你解释。好好好好好。配权，你要让他们看这里。脸是对。OK。就是他这个表情，其实我也是训练的，就是我们队友很长时间，这一周基本上动作没咋扣，全在扣脸。啊，脸就对了，因为没有脸就没有这个演出，没有灵魂，灵魂全在上身上面，拿出那种不屑的那种感觉，非常自信，眉毛上抬，眼睛微微眯着，上牙和下牙的露出来一点点，非常不屑，然后来做这个动作。嘴可以撅着，嘴角下扬那种感觉。那么难，哎、很丑。就这种非常不屑，然后去做这个动作，像么么哒、么么哒那种的，会。么么哒，是这样吗？我知道有难度的，因为佩泉的牙在哪做的，这个确实。就比如说，静姐，宁静，宁静，静静就是金，我就想到了金元宝。我是炫彩金元宝，快来把我抱一抱。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。Amber 的呢 ？Amber 的呢？哎，我突然听不懂中文，中文是什么？你正在说的就是中文。我你自己在讲什么？英文名真的难到我了，我从来没有取过英文名。然后 Amber 真的是也不用弄，没关系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啊呜！暗夜小精灵，嘣的一声出千里。超哥的话，我有想到一个，因为在台湾颤抖器超就是敲，你敲可爱的，然后就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现在在搞什么？哦，不要拦我，我上去打他。对不起。我好喜欢，我终于有自己的 slogan 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根本不用叫，快教我，快！噔噔噔噔噔。Oh no! Oh no! 一二三，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真的是世界的参差，抱心门敲碎了，完败，我们完败，完败！你太年轻了啊！来，我们一起唱超哥的歌。无敌是多多。
老师，你别高兴，别高兴的太早，你也有一个。周深老师，我就想的是粥嘛，嗯，甜甜腻腻小白粥，尝我一口，喵喵喵。哎，这个好，好好好。什么呀？哎，我免费再续签一年，真的，我好喜欢这个节目，这个真的好。森哥，来来，森哥，你教一下，你教一下。词儿是啥？词儿是啥？甜甜腻腻。小声点，我羞耻。一会儿拔了我点。作为大家的声乐导师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变化一下自己的共鸣腔。甜甜蜜蜜小白粥，尝我一口，喵喵喵！啊！结束了，不录了。救命！走，别碰我，不要碰我。超哥，不要碰我！我的天哪，我看错人了。超哥，你居然是个这样的人！我是个这样。你居然多么寂寞。以后这个音乐在创造营2021只能为我响起。太牛了，这个世界咱也不单纯了。他们可以感染全场，他们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也写到歌词里，你看似他们好像是在一本正经的搞笑，但他们也是在一本正经的说自己心里的大实话。多么没有想到的这种人呀，可是他们居然能在创四里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天哪，我说爱你们这个词有点太肉麻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你们可以滚了。什么？天哪，绝了！谢谢超哥，谢谢超哥。超哥说出多少人的心声啊，妙呀，妙啊。念念老师，一二三，行了。那 Amber， Amber， 这你叫我。咕咪咕咪。哇！等一下。啊！为什么要压腿啊？咕咪咕咪。楠楠。学长。这可以再教一个吗？静姐悄咪咪坐了。超哥 Let's go。 哎，我们是走秀上场是吧？只有你一个人走秀，我们都是走上来。Number 有这个走秀的经历吗？以前有。有，真有。有。来一个吧。老了。是不是再来一个？啊？哎，音乐已经响了。Amber。要走这样子，又在。哎呀，还要甩头发。Do you have an ugly dance party right now? Yeah. 给你们看一下一下我们的 ugly dance party 怎么样？要怎么拉开？哎，朋友们，一起来好吗？站起来！干什么？
Amber 老师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跳？哦，当然了，很简单，哎，已经会了，太棒了！来，我喊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棒棒棒棒，哎哦，棒棒棒棒，哎哦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这么难的动作 ，Amber 老师一跳就学会了。发现这里最可爱的是你。有些学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有些学姐身份已经暴露，却还被蒙在鼓里。我演戏吧，我就用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就进去说：“学员们，学员们，女嘉宾来了。”哦，是我。完蛋了。他们不在。这什么 ？What？ 金星，金星，金星，什么？金星什么What's the point of that? 那重点是什么？是 your power. 你我来了，因为就是我 I'm a believer. I'm a 啊，你知道？但是这种的歌 ，OK. 如果我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我们要练习。What's your battle cry, right? 好吗 ？OK. 啊 ！OK. That's my battle cry. 加油加油加油！那我离开之前，我们再一次 battle cry 吧。Are ready? Yeah. 五、来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！以前是一名国家一级跳远运动员，最好的成绩是跳远七米四，七米四。哦，七米四。Oh my god！ 七米四，五个我吧。他是有能力唱歌的，对，可是他有音准不准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他把唱歌当跳舞去对待了，就是可能跳舞要力度，但唱歌其实是要一个自由度。你不能东汉末年分，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儿女情长悲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？你要有重有轻。一只赖飞鸟，给我唱一下这边好不好？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。你是不太敢唱的感觉，放开，你要大声唱出来。不用担心，练歌的时候都会很难听的。真的吗？对。真的，我上课第一节课，我老师跟我说是忘掉你所有办法，就是大白嗓，大白嗓，大白嗓。对你不要缩在里面，再来一下，大声一点，不要怕难听，无所谓。我们又没有上台，不要笑啊，不要笑，不会，不会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来。ありはしない人分かっている。那就很好，就声音大很多，而且音色出来了，是吗？你唱的时候，你神哥就是一首一首教导你怎么唱这一句话。哎哎，每个人不足的点他都会指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，别哈。周深老师，他就叫我不要想太多，先放松去唱。你不要担心，你嗓子很高的。我感觉我肚子一用力的时候，他气就少。因为你在瞎用力，废话会说吗？废话，很生气的说。废话，你看你自己摸。废话，废话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动的。废话，说长一点。废话，我今天是真的不想跟你在创造营二零二一多说。废话，我是真的不想今天跟你在创造营二零二一多说。说。但是你看你这么长一句，你也是说完了的，唱歌一样的，你能把这段说完，你就能把它唱完。不要心里那么负担，你是自信一点，你位置灵活一点点，你养好嗓子，养好嗓子，你自信一点点，
发出你中心位的光。OK OK。好。Nice。来，一二三，我们有。你们就。我们 B 班是贼牛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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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are the best. 哎，摸了，哎，看到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绝对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有没有摸定？怎么了 ？C 班回到起始点。重新出发的 C 班现在速度非常快。哪里呀？为什么呀？不懂啊！可以了吗？哼！那天应该是想杀了我吧？采访你一下，参加我们这个游戏的感想。那天老师睡路，真的。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睡路。快，凑热闹。好。那有什么狠话对 A 班？的周震南，包括 A 班所有学员说的吗？狠话。你们要控制自己。其实你们的 dance break 可以跳得很有 groove 的，放松，啪啪 ，match 好了，你们整个团队会很炸。即使失误没有关系的。对吧？第一次上舞台，这个事情本身，我觉得比赢了比赛更重要。这首歌，你们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恋恋依依不舍的感觉吗？那就是你跟你爱的人分开过后，不舍的那种情绪。那这种情绪怎么会是？对，我感觉你打他呀。你们跟那个歌没有连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今天是表演者，但不是表达者。我读中专的时候，跟我同学也有的，比如说今天被老师批评了，哎哦，哎哦，然后那边回应你，有呢有呢。怎么保持年轻？和年轻人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哦哦哦哦。我严重怀疑你有经常有同情票。你是撑腰王啊！你是撑腰王啊！终于有一个节目不用表演了，只要就是坐在那边欣赏。百十来个小哥哥，这个感觉简直是太放松了。Nice。